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嗨，我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天天。今天我为你预备的单元是空中留言板。今天呢，邀请到好朋友 Apple 要来跟我们聊一聊一部电影《我和我的冠军女儿》。从三个傻瓜的篮球到最近这部《我和我的冠军女儿》中的爸爸，52岁的阿米尔汗让人佩服。他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心活脱脱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有几幕，当我看着片中这位父亲，我仿佛看到自己的爸爸，想到爸爸是如何为女儿着想，如何默默地付出，不求任何回报，如何忘记自己已经慢慢变老，还想要撑起这个家，如何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如何被女儿深深伤了心，但却简单的遗忘，选择原谅。爸爸和女儿，姐姐和妹妹，因为有了这两层关系，让我更喜欢这部片。很多场景我能感同身受，很多时刻让我反省反思，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女儿和姐姐。摔跤其实就和许多运动场上的竞赛一样，技巧只占胜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心理状态。就像孙子兵法中说的，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阵。这段话带大致的白话文意思是说，所以打胜仗和打败仗的关键不同是军队有没有办法掌握必胜的条件后才交战，而不是先交战后在战争的过程当中侥幸取胜。善于用兵的人，他会致力于研究制胜之道，坚持制胜的做法，方能主宰胜败。人很多时候要面对的敌人不是眼前看得见的对手，而是心里自以为了解状况却没有自信的自己。家人的支持和朋友的鼓励，常常能让逆转胜的奇迹也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好喜欢这部电影，特别鼓励为人子女的我们可以去看，或多或少能多一点体谅我们的父母。有时候他们不太会表达爱，甚至用我们感受不到的方式守护我们，但就像看不见的上帝一样，虽看不见，但知道他的引导。爱同样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啊，但能真实的感受到，不是吗？妈妈不生气的时候真美丽，爸爸心事越少会越风趣，我们家有点的原因是装太多有哭有笑的回忆。哥哥一认真努力就变帅气，妹妹藏着情绪还是贴心，我们爱在阳台看星星，想想未来才能做到的事情，感谢与生俱来的缘分，让我们能成为一家人。当你心情不好，说话很大声，我会抱你一起流下泪痕，珍惜同甘共苦的缘分，让我们永远是一家人，每次争执然后谅解的过程，心里的爱
今天听到 Apple 呢，透过这部电影《我和我的冠军女儿》，这是一部印度电影。他说自己透过这部电影呢，也想到了自己和爸爸还有妹妹的关系。真的，父母是爱儿女的，虽然有时候他们爱的或者是教导的方式不一定让我们呢很能够接受，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很愉快，有时候让我们很想反抗啊，就好像电影当中的以前呢是很厉害的摔跤选手的这个爸爸，他看见了他的女儿有摔跤的天分，可是他帮助的一些的方式女儿却不能接受，女儿不能体会，而双方彼此在沟通上面呢又有很大的落差。这个爸爸呢是爱在心口里难开，那女儿呢也不晓得要怎么跟爸爸有好的沟通。所以这父女呢就冷战了，吵架了。但是感谢主啊，后来这个电影呢有一个美好的大结局。这两个女儿呢，他们明白了父亲的苦心，他们愿意虚心的受教，聆听爸爸所给他们的意见。在爸爸的带领之下，这两个女儿赢得了摔跤的冠军。哇，在那个时代，在印度这个地方哦，重男轻女的地方，女孩子能够在摔跤的比赛当中呢来夺冠，哇，何等的不容易啊。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能不能够从一些的蛛丝马迹里面，从父母所说的话，从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感受到被爱呢？而我觉得很重要的，在家人关系之间呢，我们需要学习爱在心里，口也要常开。我们要时常的对我们家人表达肯定，时常把我们心中的爱向对方表达出来。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彼此更有安全感，彼此的信任感更多更深厚，在沟通上面就会越来越没有障碍。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里了，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愿上帝的爱充满你的心，使你可以有力量去爱你的家人，接纳你的家人哦。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